师傅，我们做。一大堆书。4993的进茶餐室，是月光和人八爪鱼。哎，不是饼干的那个，牛角包的，因为它上面那稿子，这个是开心果，是啊，好开心啊，哇，很香，各位网红，好吗？哎，没有。蛋挞鸡，那人很好像更美。还是要跟那个老板讲，你去上，我要拍照，很快一下，不然他每次都要等全部上来。新元龙茶餐室85年的历史。你那茶商吃啊？你左面是这，带回这个饼。好吃。面包来的真是时候。这个是安排好的剧本。不这样子的，没有洗脚，奇奇怪怪的。咖鸭包，咖鸭包，吃。